希望您在青春时代不要过于迷恋成功二字，希望您能领悟一个平凡的真理，每一瞬间的点滴努力，经过日积月累，将会开启成功之门。同时，我们期待着您成为验证这一真理的主人公，不模仿任何成功人士，而按照自己独有的方式开辟成功之路，并改变世界的真正人才。我们致力于培养这种人才。 Make your mark， 仁和大学。仁和的 DNA 链接着日新月异的世界，更加广阔的天地正在等待着仁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对他人来说只是明天的目标，然而对于我们而言，却是建校同时与生俱来的使命。依靠夏威夷侨胞们力图创建东方麻省理工学院来提高国家地位的热切希望，以及韩国政府仁川市的积极支持而设立的仁和大学，凭借超前一步的教育和研究，获得了代表韩国的理工类领先大学的殊荣。在变化与革新、基本与原则之间保持着平衡，开创了大学的科学发展模式。仁和的教育方式不断培育出继承仁和特有 DNA 的坚毅有为人才。为了向勇于挑战的学生们提供更多的机会，仁和与更广阔的世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已成功跻身于亚洲大学100强行列。以作为远景规划基石的龙县校区和正在筹建的未来基地松岛校区，以及进一步加强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等为基础，朝着世界特性化大学100强不断跃进。专注于大学的本质，就是造就今日仁和的唯一秘诀。大学的本质在于教育与研究，仁和大学正走着这样的一条道路，以特性化的研究创造新的知识，通过产学协力的教育，广泛的传承知识，培养学生成为开创未来的人才。在囊括大型国策研究中心的跨学科综合科研基础设施，与大企业接轨的教育课程等紧密联系产业的教育系统，以及代表特性化领域实力的基础上，仁和的教育与科研竞争力正在不断增强。紧随海上设备、能源资源工程学等尖端工程学领域和物流领域的成功特性化之后，在知识产权与物流领域得到特性化的法学院 FTA 硕士课程，韩国最早的国际金融系等，在法律、经营、经济领域不断积累着固有的特性化力量，而且在被选定为文化艺术教师教育机构的同时，勾勒着文化艺术领域大学的远景。凭借以 IT、BT、NT 以及机械等领域优势为基础的龙县校区，以及即将成为 Human Technology、 Service Science 等跨学科国际性研究圣地的松岛校区，整个世界即将目睹仁和大学所能实现的最具创新性的明天，以及所展示的更具发展潜力的新天地。
众多人和人正在引领着时代变化的潮流，他们以在人和所学到的知识与感性，正在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人和人都心如明镜，大学所能给予学生的最大支持与关怀，提供更多的奖学金，扩充现代化的设施，都只不过是大学应当做到的本分而已。为了使更多的学生能够在国内外工作和学习，而不断提供更多的机会，还通过大学附属医院与社区携手，共同提供最佳的医疗服务，在积极参与分享与奉献的同时，引领着世界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这便是人和的教育实践，以学生为中心的哲学理念的领先大学，乃人和之本色。저는이나이스배운리더십으로모두가행복한세상을위해최선의노력을다하고있습니다저는이나이스배운도전정신으로대한민국의벤처의문화를만들었습니다저는이나에서배운글로벌감각으로대한민국을넘어세계무대에서마음껏꿈을펼치고있습니다저는이나에서배운상상력과감성으로사람의마음을움직이는좋은배우가되는것이꿈입니다凭借展望百年岁月的领先思维和为下一代着想的热忱胸怀，不走他人所开之大道，开拓自身所独有之路，撼动整个世界。携带着人和的 DNA， 按照人和的方式，朝着更为广阔的世界迈进的人才们，与这样的人才共同走向未来。Make our mark， 人和大学。